那么先来做一个皮肤，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哈哈，但是挺好看的，而且我之前没有用过。你先比划一下，这个呢就感觉比较倾向于这样子，还是这样子。哇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也行吧。这样更好看一点。OK，那我这个应该怎么来固定它呢？真的不是很好固定啊。头发扎在这儿，
新皮肤就做好了，快给它取个名字吧。